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熊。今天主题呢是要说明那个 HBL R99 哦，在 PSP Go 上面的范例。那将我提供的答案下载下来之后呢，目前这个是属于傻瓜包。那下载之后直接执行，好，按安装。OK，那将跑出的这些档案呢，全部复制到记忆卡上面。按贴上，那这个档案有稍微大一点哦，100多 MB，那你可能要耐心的等待一下。那它会出现，哦，相同资料夹是否取代？好，按套用所有目前选择的这个，按是，好，就全部都取代掉。那等它复制完，我们就将画面转移到我们的 PSP 上面。好，那转好，交大家好，由我是小 PSP 画熊。面。这台是我的 PSP Go。那最近有查你用的就是那个 HBL 这个，算是改机的程式啊。好。OK。那如果有 PSP Go 的朋友，像我这台的版本是6.1的，OK。那我提供的那个试玩版的那个就是这个东西，好，执行。那我有丢一个记录档，你也要把记录档丢进去之后，它就去读取那个可以破解它的记录档。不过它所谓的破解是它只能执行一些少量的自制程式或模拟器。好，读取，离开。OK，按任意键。这个时候呢，按 PSP 的 R 键。好，HBL。那这个就是 CF 模拟器。找一下放哪边。不过它这里面显示中文字都会变乱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在1000级、2000级并不会有这种情况。就随便找一个啊，local 好了。勉强归完了。然后按一下那个 Start 跟 Set，可以离开，它会跳出 HBL。那它也可以执行那个 X Reader。我会陆续在测试有哪几款自制程式可以在 HBL 上面执行。